陈意涵、刘海宽主演的《我是岁月，你是星辰》12月9日甜蜜开播。该剧还有刘潮、邓为、张浩宇、陈千玉、掌上明珠等主演，讲的是一个得了怪病可能即将死亡的女主和百年不死的男主之间的爱情故事。一个生命短暂，一个生命太长，本身是具备不错的冲突感的，形成爱情故事，奇幻的爱情氛围太给力了，开播即高能。刘海宽开播当天就向大家搂了腹肌，真是男菩萨啦，这身材这肌肤，看到女主真的是眼冒金星。好看吗？挺好看的。托你流鼻血的福。剧中刘海宽一袭墨绿色条纹西装，高贵又有型，深色系的西装加暗条纹元素，打破纯色的单调感，高级而有立体感。工整的剪裁，平整的垫肩，显得很有档次。换上灰色立领的条纹衬衣，搭配灰色V领马甲，休闲又帅气。就想问刘海宽这样的男友在哪里，不仅身材好，而且颜值也太撩了吧。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